妈妈，妈妈，我要是喝奶奶。妈，傻子干嘛？我要是喝奶奶。啊，这个软的，走开你！走开！搞了那么久，我抓到一个小孩，还要这个搞科，走开！哎，老妈，醒醒啊！喂，醒醒！干嘛？我孙子呢？哎，不是，我在家给你看吗？你的儿子刚才我抱在这里的，我不知道，突然有一个人打了我一棍，我就不知道了，孩子。讲啦！暴走了，这么嚣张，打电话不给保安？怎么办呢？我的孙子。喂，不通啊！这个保安吃干饭的，关键时刻掉链子。我们的孙子，快快快找我们！走走走。爸爸，啊，买棒棒糖！你个瞎子，你，你滚一边去！你赶紧，赶紧，赶紧，赶紧！爸爸，神经病啊你啊！给他一块钱，给他慢棒棒糖。赶紧走，赶紧，赶紧！哎，让我走，我还不走。幸好没人看见。哎，这个保安！哎，我儿子的帽！啊，我孙子的帽！妈，醒醒啊！怎么了？你这个保安啊，你不看，刚才在那睡觉啊？偷懒啊你！怎么睡着了？怎么回事？我孙子的帽子在这里，我孙子呢？我孙子呢？什么孙子？我哪知道？我孙子的帽，我孙子丢失了，帽子还在这里。还有，刚刚打的电话怎么打不通啊？没理由啊！我儿子刚刚在家门口被抓了，没电了，关键时刻掉链子。啊！吃干饭了你啊？啊？哦，想起来了，就刚刚有个穿花衣服的红色的，他神经病来的，他一上来就拿一块钱。叫爸爸，爸爸，嘿，爸什么爸？他还这样子的，是人贩子的伪装，你知道吗？装疯卖傻，人家你不懂的，保安，你这个眼又干什么的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何况里面就在村有几万人呢、啊。我孙子的帽子都在这里，肯定是你放过了。明天叫村长把你开了，我跟你说，一点事都干不好。不能开我，先报警。一定都不止少。别让他跑远了去。喂，110报警中心呐、啊，这里是那个幸福村。我儿子啊，刚刚在家门口被一个人撸走了。喂，那个人是什么样子的？花衣服，光头光头的。哦，花衣服，光头光头的。不是，你们查下监控，多派点警力啊。行，我们马上给追出去。一定要找回我孙子啊！我可是受害者啊，找不回来，我跟你说，那一定是问。这个臭保安吃干饭的，滚！快找啊！快找啊！